好不好吃？哎，想不想吃？哎，甜不甜？哎，甜啊！哎，呵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七月，我七月爸，给大伙看一下咱们家的包装箱，来，看，这是咱们的包装箱，爱媛古都城的包装箱，咱们这次给大伙用的是彩箱啊，给大伙打开看一下。每箱里边咱们给大伙放了一个切的 DM 单照片啊，每箱里边都有，它是上下两层的，看上下两层，这次咱们是分为两个规格，一个是小果，一个是中果，小果一箱是13到16个装，中果呢一箱是9到12个装，爱媛古都城它是橙子跟橘子一种结合体，咱们用手扒它就是一个橘子，用拿刀切它就是一款橙子，咱们给大伙发都是新鲜采摘新鲜发货的，来份尝尝不会让你失望的，你要吃吗？可否归来去北京欢宴，好不好吃？来份尝尝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